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程太深。有时候觉得很奇妙，天地明星当中的这个齐俊藻和库伦真两个人都说下一世有机会一定要报答对方，那没想到这个人世间，这个周荣和冯化成非常浪漫的像诗一样的爱情，我觉得这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这个从角色的角度好像是一个轮回一样。冯化成他作为一个孤儿，他人格上是有缺陷的，他有致命的这个脆弱和敏感，所以周荣给了他爱情，那周荣给了他温暖，实际上他是很感恩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独立自我追求的人，他们想完成自我人格的实现，他不会说我简单的去妥协，为了成全别人放弃自己，他不会。实际上我是特别开心的，就觉得很幸运。我诗人在我心目当中是很高洁很崇高的那样一个地位，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所有这个中国的诗人他们当时的状况，包括所有的诗人的作品我都看了很多，然后天天在琢磨他们那个时代人的那种情感。平常就业余爱好就经常学一些针灸啊，然后一些按摩啊，包括正骨啊，他们拍戏的时候也特别辛苦，包括导演特别的辛苦。我说哪儿不舒服来一个一个拍着队，包括剧组的很多人都给大家举手之劳。我觉得这部戏会把所有的观众带回到曾经度过的那样一个岁月，那个温暖啊，能够找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体验。